林子小姐，您来了。你好，您好。请问马先生在吗？哦，马老板不在，他去治安大队了。但是我们赵老板在呢，要不我上去给您叫他去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找紫兰姐姐吧。正好我也好久没跟她聊天了呢。啊，得，那您慢走。 嗯，您说他咋又来了？肯定没好事。不是，人林子小姐来怎么了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嫉妒人家，比你长得好看。我，这破嘴！哎呀，行了，你这有没有点出息啊？数多少遍了啊？佳人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切，瞧你那德行！ 跟我去万利赌场保证你一个变脸，佳人，您又要去赌？这万一……什么万一啊？别乌鸦嘴，行不行？我本来还想着今天晚上回去管管姐要钱，再来翻本，谁想到天上掉那么大一个馅饼，咱俩今天运气绝对旺。我跟你说，就一句话，去还是不去？ 走啊！紫兰姐姐，哎呀，林子小姐啊，你怎么来了呀？来看看你啊。 林子小姐，你可是好久没到姐姐这来了啊！前几日啊，我还帮你留了鱼腐苍羊肉的食材，左等右等，你就是不来，你是不是把姐姐忘了呀？怎么会呢？这些日子啊，我嫂子身体不大好，加上学校又比较忙，所以才没有来。可是我这肚子里的馋虫早就抗议了，所以我今天来啊，就是准备大吃一顿的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叫厨子帮你做。哎呀，不着急。 现在客人正多，我就不给孙大厨他们添麻烦了。嗯，等他们不忙了再说。那也行，再说了，我都这么久没见你了，还想跟你聊聊天呢。好啊，哦对了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。啊，真的？过来，这个呀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，法兰西的丝巾。哇，真漂亮！喜欢吗？太喜欢了。 来，帮我戴上。来，过来看看。紫兰姐姐，你真美。哦，那个是我嫂子为你准备的，说是感谢马先生救了我哥哥。秀美夫人太客气了，我们当家的吃的可是官粮，保护村上阁下的安全是她分内之事。 那可不一样，哥哥说，要不是马先生及时出现，他就危险了，所以我嫂子说一定要谢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替当家的谢谢秀美夫人了。跟我还这么客气，紫兰姐姐，嗯，我可是把你当自己的姐姐。可是你，根本都没把我当妹妹。哎呀，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？ 林子，怎么会呢？我可是真心实意的把你当亲妹妹一样。你要是不信啊，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，好不好？<笑>我跟你开玩笑的。兰姐姐，你这屋里的布饰太好看了，真的。呀，还有这么多漂亮的首饰盒呢。 你要是喜欢的话呀，我哪天送你一个啊？好啊。<笑>
运气太背了，老妹儿，过来。您还赌啊？我真没有，我赌个屁呀！我今天财神爷爷不在家，再赌裤子都输了。我饿了，给我俩钱，我喝两盅。我真没有，这就剩一点，还买包子。没有，这还剩俩，要不给您？ 啥馅儿啊？韭菜。你说，咱以前吃东西，什么时候给过钱？那现在这日子过着就憋屈。江爷，这都是主任啊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前些日子一个弟兄吃饭没给钱被告了，那叫一个惨，差点就被赶出去了。 哎，不过江爷，您别说，自从主任把这规矩给改了，弟兄们现在出门个个抬头挺胸，咱再也不怕被人从背后戳脊梁骨了。不戳脊梁骨有屁用啊！我要的是有钱花。我姐夫不是不让我捞偏门吗？好，我管我姐要。你姐能给你吗？不是，她想不给都不行。 お兄ちゃん。どうだ？何か分かったか？ジャオ家の宿をくまなく調べたけど、何も証拠になるものは出なかった。でも問題があるのは明らか。つまり、あの箱は奴らの手中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。まだ何とも言えない。では、なぜ今問題があると言った？私の直感。 では私は誰を当てにすればいい？ウェイ・ハンション。彼はどこにも属さない。彼の波状の立場を利用して箱のありかを探すの。什么破玩意儿啊！ 你这跟谁生气呢？盒子。你跟一个盒子较什么劲啊？你这拿回来盒子根本就打不开，你看我这手都掰肿了。我看看。没事。哎呀，这个盒子我之前也没能想出办法打开的。我看啊，这就是一铁疙瘩，根本没什么用。要不干脆你还给日本人得了，别是那个什么吉田的私人物品。 对我们没什么用，对人家可能珍贵着呢。一个打不开的盒子，里面能装什么呢？该不会是有什么机关吧？我再试试。小心啊！ 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敲了，这得再敲坏了。子兰，要不这样，这个先留下，容我再想想，万一里面真有什么宝贝呢？宝贝？嗯，这有宝贝也是别人的呀，你可别担心啊。主任，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。哎呀，向平，咱们是兄弟，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，啊。 昨天我发现有人进我家了。
倒是没丢什么东西，可是我就寻思着，这个和山田来咱们治安大队搜鸦片这事儿，如果联系到一起了，啊，也可能是我多心了啊。向明，这件事情我知道了，你多心了。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向明，啊，你这平日里没事啊，就去我赵家客栈坐坐。 这藏钱的地儿又换了啊！万一里面真有什么宝贝呢？ 大杀四方！哎，家人，这都快7万了，咱是不是该买小了？得问貔貅爷爷啊！还是的，这样全押了。 带钱没有？没了，回队找弟兄们借。哎，快快快快快快快去去吧！哎，哟，江爷，您还玩吗？不玩的话，麻烦您让个位置。对呀，你还玩不玩啊？玩玩啊？为啥不玩？玩就下注。 瞧不起他啊！这可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当年西洋鬼子进贡给慈禧太后的，这后来老佛爷又赏赐给了我们家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还不舍得抵押呢。
大江兄弟，你想顶多少？至少10000满币吧。最多5000。不是不是，那给我吧，我不补押了，不补押。别急呀。大江兄弟，今儿啊，我就给你个面子。来人，哎，给我这大江兄弟拿钱，顶10000满币。老徐，你够意思啊！不过你记着，这不是卖给你的，这只是暂时抵押在你这儿。我一会儿赢了钱，立马就赎回来。放心吧，只要你钱一拿来，这小盒子马上就还给你。成。卖香烟嘞，卖香烟，卖香烟了哦。这盒子可是今年最流行的，哎，要不要来一个？哟，赵队长，今儿您有空啊？不是，您找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我记得以前在你家见过一个大概这么大，银色的那个首饰盒。首饰盒是吧？啊，放在哪儿了？您说的是这个东西吗？哎，对，就是它，全银的。我今天呢没带钱，用不用先跟你赊着呀？你说这话不是见外了？这个您拿着，懂事啊！这以后要有什么难处，张嘴啊，江爷全给你摆平了。好嘞，啊。兄弟跟咱们的人说啊，昨天万利赌场的徐东收到一个宝贝盒子。徐东？怎么会在他那儿？我也是在想啊，这徐东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主，我估计又是哪个赌棍给输进去的。走，咱现在就去万利赌场。魏老板，这是怎么个意思啊？徐老弟，听说你这儿收了个盒子，那是我朋友丢的，托我私下来找，没想到这东西落在小弟您的手上了，给我个面子，这东西我收了。不对呀，昨儿人家还说那是什么人家的传家之宝。怎么就成了你朋友丢失的了呢？一人一个说法，这不重要，就当是我喜欢，我把它卖了，啊，20万。二兄弟，琢磨啥呢？给个回话，
喂，老板，那不是我们给你，这东西没在我这儿啊。在哪儿？那谁送来的，又送给谁了？啊，昨天晚上他就拿走了，我就全当是送了个瘟神，送走了。这东西是谁的？喂，老板，这可是道上的规矩，这我还不能说。再说了，我还真不知道，也就一过路的，听说已经出了哈城。啊？那能不能麻烦您帮助我们打听打听？那打听这个事儿啊，当然是可以。不过这个费用，喂，老板，要不这么着，这钱就当定金了。怎么样？成，爽快。来呀，我现在敢肯定，这盒子就在徐东手里。我看出来了，您瞧他说话的口气。我没想到这小子比陈老黑还黑呢，啊，给他20万他都不满意。老爷，哎，再准备20万，我就不信他不卖。老爷，您刚才还没看出来啊？这徐东咱们是喂不饱的，再给他20万、30万，他也不会卖给咱。那我就直接捅到孙尚那儿去，我就不信他敢留着这盒子。这可不成，老爷。咋的？你想，这徐东是个什么人？那沾上毛就是猴，比谁都精。那盒子藏的肯定谁都找不着。村上现在又这么着急要找这盒子，咱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您能说吗？到时候万一找不着，咱掉链子了。老爷，您可别忘了陈老黑的下场。这事儿啊，还真不能提前告诉什么人。对。没想到我让徐东这小子给黑上了。我盯紧他，啊！你放心。我要关心我的，我来盯着。哎，你怎么就回来了？在琢磨什么呢？昨天山田以检查大烟为借口，搜查了整个治安大队的宿舍。到了晚上，刘向平说他们家白天进去人了。我怀疑小鬼子在找什么东西。找东西？那找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盒子呢？盒子？哪个盒子？就是在吉田车上我捡到的那个。啊，就那个首饰盒呀。嗯，就放那个梳妆台上了呀。你不会认为跟那盒子有关系吧？那他们到底在找什么呢？哎，佐藤，就咱们这哥俩是。今日の午後、ウェイハンシオンと中坊伊が小さな革製の箱を持ったままワンリー賭博場へ入ってきました。しかし出てきた時には何も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。ワンリー賭博場、皆さん何しに行った？はっきりしたことはわかりません。しかしウェイハンシオンは約束しました。必ず手がかりを見つけ出すと。そこから察するにワンリー賭博場のシュードンという男がおそらく手がかりを知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。出てこいと。好。徐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儿啊，我收那盒子，肯定是一宝贝。真的呀？在这儿等我会儿，我去撒个尿。
回来，啊！讨厌，快回来啊！等我啊！肯定要去找哪个狐狸精去。谁呀？是我，大渡阁下。大渡阁下，大渡阁下，我可是什么都没做呀。徐东老板，我问你，今天魏寒兄是不是去找你？您说魏老财？对。他是来找过我，他给了我20万，叫我买一个盒子。这也可以说，你知道盒子的下落？我知道是知道，不过，说，盒子在谁的手里？盒子在那赵大江手里啊。赵大江，你没有骗我吧？大渡阁下，我真的没骗你啊。那赵大江今天来赌钱，他把那盒子抵押给我，我还给了他10万块钱呢。大渡阁下，您是知道的，那赵大江他就是一个无赖，他仗着他姐夫是马明山，他整天在外面胡作非为的。你说他赌输了钱，那盒子就应该归还给我了呀。可是他拿枪逼着我，非要我还给他，说那个是他的传家之宝，我哪里惹得起他呀？我就把盒子还给他了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现在盒子在赵大家的手里？反正我是还给他的，在不在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不过我就觉得那盒子是他偷出来的，现在应该还在那个赵子兰手里。大渡阁下，徐东老板，你知道欺骗我的后果吧？大佐阁下，我已经派人去你的家，还有你的办公室进行搜查。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让我找到盒子。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！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还上了。让你受惊的，那个盒子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送给我的礼物，如果让他知道，会影响到我们的友谊，所以今天的事情，我希望没有其他人知道，好吧？好，你放心。辛苦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大渡阁下。どうやらあの箱はジャオズラが持ってるようだ。何人で行きますか？大げさにはしたくない。我々だけで行くぞ。好。大佐阁下，您这么晚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？马三啊，
赵老板，我已经知道了，盒子就在你们的手里，拿出来吧。盒子？大佐阁下，您说的是什么盒子？我这儿有一堆盒子，不知道您说的是？赵老板，赶紧拿出来吧。我之所以千叫万唤客栈没有人的时候过来，就是给你们两个的面子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你看，我这个朋友做得很到位吧？嗯。你们如果不吉祥，就不要怪我直接派人过来搜查了。嗯，大佐阁下，您这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，这盒子到底是什么盒子啊？看来你们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哎，大佐阁下，大佐阁下，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你刚才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盒子。是啊，だからそのこれぐらい、これぐらいだったな。あの大小是这么个大小，好像是一个首饰盒一样的。啊，首饰盒？我梳妆台上有一堆首饰盒，要不您过去看看哪个是你要找的。赵老板，啊，里面的东西呢？里面的东西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你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哦，大佐阁下，这个首饰盒是我们家紫兰以前装首饰用的，不过已经很久没用了。您在找什么东西啊？我在找什么呢？大佐殿，箱が本物かどうかは吉田先生にしか判断がつきません。赵老板，马三，对不起，我们丢失的那个盒子是吉田先生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里面这个盒子是不是哪一个，我只能把它回去给吉田先生确认一下。如果不是，我立刻还给你们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大佐阁下！大佐阁下，再喝点茶吧。大佐阁下，您慢走啊！大佐阁下，这盒子怎么打开了呀？被人调包了。调包了？盒子还真不在了。都谁来过我办公室了？徐爷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就是好奇才偷偷把那个盒子拿走的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再也不敢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哎呀，我的小美人啊，你是歪打正着的干了一件好事儿，你救了我了。徐爷，你不怪我？我不但不会怪你，我还要好好的想想你。真没想到啊，这个盒子对于日本人来说那么重要。不过村上手上拿的那个已经被人调包了。对呀，我刚还想问你呢。
哎，我可没动啊，一直可是你保管的。不过，不管是被谁拿走的，也算是帮我们躲过了一劫啊。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。不把这个人揪出来，我们的处境啊会非常危险。那会是谁呢？孙大厨他们不可能，老六更不可能。这样看来，只能是二狗子了。二狗子？我觉着不会，他不是改邪归正了吗？那不是他，难不成是大江？我弟再混蛋，他也不敢偷我的东西。现在只有他们两个最值得怀疑了。绝对不可能是大江，肯定是二狗子。那以前陈老黑能用钱收买他，那现在一样，别人也能用钱收买他。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子兰，你先别冲动。这万一不是他呢？你这么急匆匆的去，他会怎么想？这被人冤枉的滋味是很难受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有主意了。違う、全く違う。私は帝国の運命を左右する鉱物をこんな安物に入れていたとは。君に言っとく、あと4日だ。私は疲れた、休む。行きたまえ。今から玲子の家に行ってくる。ではこれは。明日ジャオズーラに返しておいてくれ。箱違いでしたと一言添えてな。はい。等你睁开温暖。
出现，等你张开温暖的背。